2020年，小红仙舞团3周岁了哟。在这过去的3年中，我们跟随着傅老师度过了非常难忘的时光，而小红仙的人数呢，也从一开始的屈指可数，发展到了如今的规模。那跟着傅老师呢，上课的时候自然是有过欢快往好的，下课的时分呢，一般都是大汗淋漓的。课后的时候，我们会这个刻苦钻研，互相督促。而这个闲暇的时候，笑。
家好，我是伊丽娜。首先祝小林仙舞团三周年生日快乐。不知不觉都已经三年了，我还依稀记得我的三年前收到杨团长的信息，然后和大家一起跳舞。刚开始我并不知道古典舞是什么，很久以前我跳过民族舞，跟古典舞完全不一样。我慢慢的从一个古典舞小白，然后到现在有了很大的进步。首先一定要感谢傅老师的教导，然后还有杨团长和各位团员对我的帮助。我很喜欢这个大家庭。在不断的练习上课中，我明白了古典舞应该怎么呼吸，怎样从肢体的动作来表达感情，怎样去寻找音乐的节拍。我希望我能一直和大家一起快快乐乐的跳舞，一起成长，也希望小林仙舞团越办越好。谢谢大家，我爱大家。
糟糕。加入小林仙已经一年多了，收获很多。首先呢，就是舞蹈技巧、体能还有体态上的提高，因为傅老师上课会讲解的非常细致，而且会有很多相关的一些基本功的训练。我自己拿在加入小林仙之前的舞蹈视频和现在的一些训练视频比较，会发现自己在各种方面都有了很多的提高。那第二点呢，就是认识了一群同样喜欢舞蹈而且非常自律的小伙伴们。之前有一个健身打卡群，然后团长每天都会进行监督，在那个群里我也是了解到很多的健身打卡的知识。那未来呢，希望自己可以有更多的进步，然后和小伙伴们一起能够有更多更好看的舞蹈的舞台。小七，我是两年前通过哈佛舞团认识了傅老师，然后进入到了小林仙舞团，很幸运可以成为他的一员，我也从中学到了很多。从专业角度来说，在我们非常专业的傅老师和非常给力的舞团的带领下，我的舞蹈的基本功、舞蹈的表达有了很大的提高，至少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那在排练之外呢，小林仙舞团是一个非常能聊会玩很有爱的大家庭。对我来说，小林仙舞团还有着很特别的意义。在波士顿的时候，我有一段很低沉的时间，是小林仙舞团里在各个行业乘风破浪的姐妹们一点点支持我、鼓励我，把我带了出来。非常非常感谢可以遇到小林仙，也幸好遇到了。现在呢，因为工作的原因，我要离开波士顿了，对小林仙舞团非常的不舍，希望可以在这里 Q 一下我们的傅老师和我们的团长，考虑把我作为波士顿的驻外人员，让我可以继续赖在小林仙舞团里。爱大家。大家好，我是小林仙的团宠宝宝加粉丝格让扎西。因为喜欢跳舞，我跟妈妈来到了小林仙。我爱你，傅老师。因为疫情，我们不能见面，但是每个星期我们现在在 Zoom。谢谢傅老师，谢谢团团，谢谢小林仙的小姐姐们。祝小林仙宝宝健康成长，生日快乐，扎西得嘞！
们今朝真来一路问这来外面红灯记得外和桌子心都是兄弟也真的来也出来去修破戒的法律现在今天破修。